基地内的停车场，那目前因为疫情关系，这个乐园目前暂时歇业。那这个停车场是公用的，所以很少人来停车，所以这边暂时这样子停是 OK 的。那那边也有自行车道，所以很多人来这边骑脚踏车。它现在691瓦，你可以靠近一点拍。我们现在设定是24度。设多少？一下就变97。它是690。刚刚讲98度掉了90度，
的时候能够怎样。那我现在在哪里呢？除了这个我要发展挂环啊，然后够里面，是因为这边没有比较宽的地方挂进去，所以只好把这个拆下来，从这里看。
我。就效能大概差个一倍，但因为现在太阳是在东边，我架的太阳能板在侧面，比对是向西边，所以效果就不好。53瓦，耗电1400，还剩55%。我这里冒蒸汽哦，马上就有蒸汽了。哇！我蛋还没完全熟，半熟，再给它吹一次哈。
下耶。没有啊，我从手机就可以看到电线多少，49。阵子就树又都长起来，不错。绿能是台湾未来要发展的，1.6公里。水玉田，下面是机器车站，
宽呢？它这应该是双线。香，这也蛮长的。欸、真的有机枪弹孔哎、欸！哇，真的是扫射的那个弹孔哎、欸，跟我们后山一样啊，跟那个林百货一样。可是这个孔感觉更大、欸。对啊，这飞机机枪的弹孔啊，所以炮比较大。对啊。